加丹丹，今天这一档呢真的是太特殊了。那导播有必要这样吗？我什么都还没开始讲，电话线就已经满了。然后真的不夸张，因为这是我跟观众朋友建立十几年的感情，他们一看到我就知道我今天又要拿最棒的产品出来卖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欢迎我们的万年常带，我们的金燕玲金总。肥丹丹，对，我们就是要送了，绝对是送到那个灯扣篮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 对, 对, 对，每次就是出去就是全身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都被熬光光。好，我们今天这台机器呢，真的是太特殊了，仅此一档。我想今天这东西真的太特殊了，我跟你讲，让你再也不用出去外面 KTV 跟别人分酒钱。然后每次去 KTV 很多人点酒，但我们不喝酒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又不喝酒，因为每次去当分母，还有那种又爱唱歌的人，然后麦克风抢都抢不到。不就你本人吗？他每次一个人就像高歌这样，我们旁边。哎呦，丹丹，你不要当我呀！爆我料，我要被你凹，要被你爆。好，你今天带来的产品，我们的全新2016年的最新 KTV 家庭的千盒子 Cash Box， 有没有？今天价钱怎样？今天直接讲价钱。今天啊，我们这一组啊，原价2888，直接去掉一个。但是不，对，但是非丹丹，对，直接今天只要去掉，直接去掉2888。对，直接888，导播是什么？电话线又满了，好不好？我想很多观众朋友，大家不要太早打进来，因为我还没中奖哎，会员朋友先不要急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现在机器太满了，我们那个会员朋友，我们直接转语音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新的朋友，我们那个直接打专人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样子电话线才不会塞车，好不好？那我跟你讲，今天这组怎样？你跟我说有什么卖点吗？我们为什么要买？好，因为我们这一组呢，就是仿照，就是90年代，就是。复古造型，它是复古的造型，但是里面的机型呢是2011年最新的技术。对，你看我们今天多达多少口罩，总共10000多手，10000多手，然后完全没有国台粤英日通通都有，还有韩国都有，韩国 K-pop 也有，都有，那完全没有数位化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数位化，所以怎么样？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档还特地。除了降价直接去掉二之外，我们还送大家这个点歌五红外线无线键盘。没有，这键盘多少钱？这键键盘哦，原价在外面就是2980，比888还贵。对，远比这一组还要贵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样，买一套就送一套啦。真的耶，这是感谢，没有，真的感谢我们金总，金总真的是我们多年好朋友，我们开台十几年来，对，你每次来都是一定腾扣篮，好不好？对，腾扣篮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们是怎样来跟我们讲一下？哎，这个呢，就是只要你想要点歌，哇，比较对的，妈妈在厨房也可以点歌，对不对？人在客厅，妈妈在厨房可以点歌吗？这么远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是不是？这样，家里3层楼，你在3楼点歌，等一下走下来就可以直接唱了。OK， 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还有我们最棒的是麦克风，来，这个麦克风了不起，跟阿妹的那只小白同一个工厂，同一个，我们德国原装进口，对，只是变成小金跟小蓝。一模一样，大家看一下雾面处理，没有站后面的歌喉，反正有站后面的小白唱出来跟照片一样，全部都精通雾面处理，让你一带回家就像开演唱会。我跟你讲，那我们歌是最新的吧？歌是最新的啊，看了 MV 就一看就知道是最新的，是最新的吧？对不对？是最新，我们今年2016年，我们1月才拉拔到欧洲去出外景，出外景，对，这是谁？哎，谁的歌？那首歌。屋顶，刚跟831的东西同一年的嘛，对不对？同一年的歌嘛，最新的，最新，而且是热唱，男女对唱。我跟你讲，而且每个月呢，我们都免费更新1000首歌，对，包含就是国台、日韩，对，所有1000首歌免费 update， 好不好？直接插 USB 口，前面看不出来，可能在后面，对不对？在后面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有吗？有，还有 HDMI。就是接线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 HD 的10，我跟你讲，这台真的太厉害了，输出。我跟你讲，这台真的太用心了，因为它为了要做保护，它后面的线呢还是 AB 端子，红黄白那个端子。对，因为我们要做复古的，但事实上它接进去就是 HDMI， 对吗 ？MV 也最新啊，你看现在最红的歌手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啊，那我跟你讲了，我们直接现场唱给观众朋友听，好不好？对，要直接试音，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一套音响呢。因为平常呢，那个杜比音效只有7.1是最高的，我们今天做到了多少？14.1，大两倍，
double 上去去看电影，还多两倍的那个初段音效。家里真是家里就像电影院啊。对，然后呢，来歌本嘛，完全没有数位化的歌本，跟这个键盘，红外线，红外线键盘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红外线，这些免费全部送给你 ，OK， 好不好？这次名都非常高，金色的。三惠美同一间公司的麦克风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那我为什么要用金色？这有来由的，因为我很多巨星开唱的时候，他们的麦克风上面都有贴水钻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个呢，不是施华洛世奇，但是也是施华洛世奇同个代工厂，同个代工厂，对，同等级的代工厂，我们全部都要同等级的，好不好？赶快啊，等级等级，它只是加一个牌子而已。对嘛？你看我们一样，就是在家里一样可以享受到高级的水晶。对啊，你那个米兰达克尔那代言那几颗还不是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场直接唱 ，OK， 好不好？来。我们来直接呢测试我们的音响功能有没有会没有用。今年2016年最新的歌还内跳加强，我们直接来唱。来，开始。怎么样？红外线非常敏感，对吧？按两次这样。有，你们看到最新的谢金燕姐姐今年最新单曲？对啊，含泪跳恰恰，好不好？想要抱你抱甲安安安。通好好甲这为难，莫阮讲是有人予我失恋，无爱无分无怨叹。虽然今仔抱甲这凄惨，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，我嘛犹原不惊人情冷暖，阮的双手有你牵。留在你的身边，要予人知影，是可以予你跳恰恰。现在呢，又是我们2016年最新张惠妹的新歌《Bad Boy》也有哎，我的天哪！你先，不想走，你说的是我不想走，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。我不会问你为什么，你不用教我怎么做，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。哦哦，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， 你今天咬我一口，难道是我？哦哦 ，bad boy。感谢我们的金总，我们的感谢。你看，然后在最后是总结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听，然后是什么？跟张惠妹同一间工厂的麦克风，对，张惠妹小白，雾面水钻喷漆，对，张惠妹小白嘛。那我们里面呢，跟他一模一样，还有我们钢琴烤漆，我跟你讲，跟法拉利同一间工厂。又同一间工厂，我们什么都要同一间工厂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红外线键盘，这个苹果同一间工厂出来的，工厂的，对，我跟你讲，200公尺以外都可以点歌，就算你没那么家里没那么大，你去外面点点看，一定点得到歌、啊。然后唱一唱，中途想唱什么，还想点歌，再继续点，走出来继续唱。对，还有我们多达10000首的新歌，歌本都在这边，完全没有数位化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就是复古嘛，对，就是复古风，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就是做得很像，你知道吗？当年的感觉。我们数量真的剩下不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谢谢各位朋友们，感谢你们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跟你讲，不要走开。我们虽然电话线很满，但是你们等一下就可以买到，对不对？对，等一下，因为我们专人接线有限啊。对啊，我们呀，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，有订货就送，好不好？赔钱就都送，对，不管你送都送，好不好？预售你，我们赶快打电话喽，拜拜。是的最爱，耐心等待，绝对精彩。我要快乐，我要冷水。
哈哈哈哈。